人气天团五月天昨天晚间在南台湾的高雄热力开唱，吸引了超过40000名的歌迷前往朝圣，而现场还有歌手李宗盛跟其他7个乐团轮番上阵，就是要唱满7个半小时，绝无冷场。歌迷在台下拿着加油棒高分贝呐喊，人气天团五月天一开唱果然带动气氛，连歌迷都经不起五月天的魅力，全部站起来一起同欢。这场超犀利趴演唱会由五月天单刚开场和压轴，其中包括歌手李宗盛和7个乐团轮流飙唱7个半小时，许多歌迷前往朝圣，还有人绕过大半个台湾就是为了来看五月天。我从花莲来的，对，五月天我爱你，加油！五月天，我不想做梦，我只想追上梦。演唱会号召万人一同穿人字拖鞋进入市运主场馆，除了共同享受摇滚音乐飨宴，也希望创下最多人同时穿着人字拖的演唱会纪录。